想要的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吧，安全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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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安全感吧，安全感吧，安全感吧，安全感，幸福，关心呀，信任，幽默感，依赖吧，多陪陪我，制造浪漫，爱我就好了，跟有趣的人一起，比较贴心的照顾吧，男生够宠我就行了，想要一个宠着我的吧，被别人喜欢的感觉吧，被很确定的感觉，想要结婚，想要成家。然后同居，宽容，还有宠爱，就是这个人一定是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因为一个人太无聊了，想要再找一个人一起玩啊，就是不要天天，下班回来就打游戏之类的。我想要什么，如果能，愿意尽量给我买的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天天给男朋友黏在一起，那样我觉得很幸福啊。就是男生的话，就是。多关心啊，对你好啊，幽默感啊，还有是宠你啊，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天天一块出去玩，浪。想要的他给我买，想吃的他给我做，然后出去玩的话，书包给他背。就不是都说吗？日子生活这么短，对吧？一定要跟有趣的人做朋友。比如说有些小细节的地方，他能够观察到，我觉得。然后像有的时候男女生之间肯定会发生一些矛盾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男生可以希望包容一点，女生也互相理解，就是比较贴心的那种吧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